都知道领航的人有多重要，说好的选贤与能呢？在哪？我在碎碎念。回想三十多年大学时期，我开始是著画水彩人物画，为了解决调色、水分流动问题、造型与明度控制问题，我动了些脑筋。我用类似古典油画的照染技法观念，先用古蓝、天蓝染出脸部的阴影，大约四。 五层将蓝色素描做好后，再把暖色调的肤色染上去，大约六七层，最后在局部染出五官、头发等重色。因为是透明水彩之故，之前的寒色阴影区照染上暖色后，就成了我要的肤色灰阶。而且脸部各个细微肌肉，可以在多达十多层次的照染过程中，安全地进行微调。 今天这张黑人水手肖像，我用了类似概念，只是这次我改用碳精笔素描方式打底后，再刷上一层钴蓝与群青，然后再照染二三层红赭色系，这微妙的黑人肤色，暖黑咖啡色带点含青反光的感觉就浮现出来了。相较于早年的照染十多层。 改用碳晶笔素描，形成类似古典油画的底层，似乎更加有效率的多了。